这个公司，古盛威公有拜托中央跟地方民意代表关心，那我们也提出证明，有立委在立法院关心，那为什么检察官不敢办？这真正的立委跟民意代表，我副书记长卢坤儒，我书记长哦许淑珍交阮发言人，国民党强烈质疑地检署有放水啦，刚才讲起来说要叫他加油，继续查下去嘛，这重创会有加严很大的形象嘛，哦。